北，到了日本呢、啊，最要住的就是东横印了。那东横印呢，在日本有很多很多很多家的分馆，所以来，我们先开上第一间，我的第一间东横印 ，Go！ 嘿，这里就是厕所，而且厕所很迷你，很干净，很像一个小仓哎。可是你看里面它那个免治马桶，超级舒服哦。然后它的洗手台很简单，重点是它的热水很快就热了。还有一个我最爱的浴缸，等一下我一定要去买入浴剂泡澡。嘿嘿嘿嘿，哎，这里有一个很棒的小小的工作台，然后很贴心哦，这里有一个 WiFi， 里面呢会有你的专属的密码，当然就是我的不管。好啦，那下面呢很多像小冰箱。然后有一个可以热水壶，而且你看是不是超贴心，有一个小小的我们的睡觉的台，然后就是我自己的小天地了。哎呀，房间呢都有提供简单的备品设备哦，但是如果真的用不完的话，或者是很需要啊，这边都有提供，像是呢这边刮胡刀啊、卫生纸啊，或者是一些简单你想得到的，像牙刷类都有哦。然后我最爱你的饮料，大人区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喝水的话，热水、冰水这里都有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是出门好几天的出差工作的话，这里会有洗衣服的设备。当然，我先大个便了。